哎，大家安安，今天又是我们的带你去吃饭，今天我们两个伙伴带我们来吃这间赫美多咖啡。点前进的还有这个买饮料送面包，期间限定的巧克力冰与火咖啡，跟一些比较甜点类的咖啡，然后吐司啊，这个是他们的招牌味噌猪排方，三明治、鸡块、吐司，吃不饱的可以吃意大利面。点了一个漂浮巧克力，还有一个蛋沙拉的吐司。有点奶味，牛奶冰淇淋，漂浮抹茶拿铁，冰咖啡，他用这个装，蛮酷的。这个跟麦当劳的蛋卷冰淇淋味道不太一样，这个像鲜奶冰淇淋。这是照烧鸡腿三明治堡，哦，这个很像，听起来味道。好帅哦！你可以用叉子刮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用手。你看到我刮、啊。再刮一次。你烤烤烤，脆脆脆哦。大份炸鸡。对，它有六颗10块。我们今天好多人说要吃大份。味噌猪排方堡、虾堡方堡、虾排方堡啦，炸牛堡，里面有一块炸牛肉。我们点了这些餐，还有意大利面还没来。这个是松露生米白酱意大利面，还有松露培根意大利面。是整尾的吗？三丝比较好吃。嗯，它里面这个。对，我单点只单杀。嗯嗯嗯，真的好吃哎。这炸鸡很多汁啊，加的有一点柠檬。它好像都没有卖蛋糕，还是吃茶店就是吃这些东西的。好像有蛋糕，松饼。嗯，那么咸奶油，那吐司好脆啊！这种好吃，可是如果有人会怕那个发酵味，是发酵味吗？是很容易饱，你看这个是面包，你就觉得面包，面包好吃。它吐司奶油超好吃的，是好吃的面包。这个炸牛堡让我很惊艳，那个炸牛堡的就很像肉丸。好像在吉祥寺吃那个炸牛肉丸的炸牛肉丸，炸牛肉丸的炸牛肉丸。这个是味噌猪排堡，它那个酱有点把面包弄湿了，但是它的猪排也是好吃的，它的面包跟猪排都很厉害，真的有味噌的发酵味道。他们的黑咖啡会送一个这个鲜奶油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加下去，先加一点好了，看看是什么味道。这是我们点的巧克力冰与火，它是期间限定的冰淇淋加面包。冰与火巧克力之歌。第六颗。第六颗啦，在哪嘞？好吃吗？它那个面包很酥，很好吃，啊，配上那个巧克力冰淇淋，冰冰热热的，就很好喝，很好吃，冰果都很好吃。做一个幸福的表情。吃饱了，我们一共点了2222。这间赫美多他们的面包、他们的餐点都还蛮好吃的，他们饮料也都还可以，还不错。它的鸡块很好吃，它的分量都还蛮大的，如果那一个方堡女生自己吃应该吃不完。那，对，因为都是面包。因为它都是面包，所以吃到后面可能会有点腻。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集的带你去吃饭吧，拜拜，下期见。